张开翅膀，用力飞翔，就算失去所有又怎样。工作室是我的天堂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没有什么比跟朋友一起玩音乐更让我开心了。因为乐团正准备大放异彩，我想看看发展怎么样。交朋友、玩音乐、犯点错误，我想今天会是个新的开始。明星招领是大家都想来的地方。对，